现场的嘉宾，来各位家长，我们小天使，大家午安。哎，非常开心，又到了我们阿诺，我们这是小天使呢，这是夏令营的那个成果展哈、哦，在这边啊、我代表我们本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嘉宾哈、哦，不畏风雨哈、哦，哎，大家这样子前来参与。那我在这边啊，一一的介绍一下啊。我们首先欢迎我们永康，我们区公所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区长啊，张瑞麟张区长。哎，再来是我们林俊宪，以及我们市议员蔡小薇联合服务处啊，我们的助理周家伟啊，还有我们陈廷飞，以及我们陈怡珍服务处的主任张文雄张主任。北区青工会，哎，我们青工会的会长哦，我们的婉萱啊，手受伤的李丽玲啊，真的非常的啊甘心哈啊，啊以及我们的慈阳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我们的这个是徐宇豪啊，哈、哦、徐宇豪小姐哈、啊，哎，还有我们大桥里哎那个大家长那个梁峰兰啊，梁峰兰。首先呢，我们先邀请我们阿莫，我们的会长啊，来跟我们说几句感谢的话，感谢现场各位嘉宾你们的莅临，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会长黄胜俊会长。
小天使教育活动，当然是真的出钱出力，还有更多的善心人士来资助。那我也跟同事也做这样的呼吁啊，也感谢黄会长啊，协会里面有也许有五千师的这么多的会员啊，大家大力的支持啊，非常感谢。那我相信小朋友们的家长能够放心的把小朋友们送到这个阿洛幼儿协会所办的活动，当然这个是长期以来我们关爱协会啊有这样的口碑啊，所以一开始再怎么样的感谢，要感谢我们协会长期的资助。那我想呢，今天的主角还是在这些小朋友们、小女士们啊，我想他啊经过这样的学习的环境啊，这一段不管是长期、短期啊，能够有这个机会让他们这个平台啊有这样的场地啊来提供他们啊来发挥啊，因为小朋友不管再多的学习。他本身有再多的能量，也让他能够实时的啊展现发挥啊，把他的学习成果展示给我们看。那这个也非常感谢我们里长啊，能够啊长期的来支持这样的活动啊。最后也敬祝大家啊阖家安康，大家身体快乐。啊，也还是要呼吁大家啊，结束以后可能风雨可能越来越大，特别注意一下。台风来临之前，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谢谢各位，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区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立法委员林俊宪以及我们市议员蔡小薇和他的特别助理，不用哦，他很客气啊。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陈廷飞啊、陈立伟以及我们陈一坚议员的主任，我们张文雄张主任，我们掌声